圣洁啊，圣洁、纯净、柔软的观念叫做白净啊，就是一切都是非常干干净净、纯纯净净的啊，然后又柔软，就像水一样的柔软一样啊。白净的观意思就是如此。好好好，哇，好，没问题啊。OK， 好，没关系，没关系。好，来，那我们的人类的图书馆是什么呢？其实，在我们身体里面哦，这个阿赖耶识是我们的讲的就是第八意识，第八意识哦。那个。没关系，那个第八意识就是说这个部分，你看这个是我们的染色体，这个就是我们的细胞，我们细胞里面的我们的染色体，我们的基因哦。哦，那你看哦，刚刚在所谓的人类的图书馆阿赖耶识，就是在我们的里面有很多的书，我们里面呢、有很多的书哦。哦，那是存在在我们的基因里面。那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书，我们要把书哦，其实我把它重新的叫醒，然后我们本来就有具足这一些所有的这一些的书本，那我们就是说要经由一些哦运动哦运动的方式哦，然后我们的观念慢慢的去把它唤醒哦，我们原来的我们在里面的这些书哦哦这些，这就像一我们的，其实我们身体就像一个图书馆一样。那你们想不想把原来的东西把它找回来呢？想不想？想。想哦。对啊，就是你们有时候就是做这个白净吧，也是在帮我们找回我们原来的这些哦，哦，我们的这些东西，哦，我们里面的书，我们的图，哦，所以说我们的。找回来的书是找回本具组。本具组，对对对对。OK， 好好好。对，唤醒就是我们本来就有的东西。哦，我们把它唤醒起来而已啊、哦，因为在身体里面啊、哦，我们就是要经由运动吃，我们的运动刚刚在教你们做的时候，其实这个虽然不是很激烈很大的运动，但是这个小小的运动的时候，它就可以去慢慢的去刺激我们的哦，我们的脑部哦，我们能够去就是脑部的意识，它就会开始活动。活动的时候，哦，就会慢慢去唤醒我们本具足的这些书，哦，这些以前所具足的东西，哦，慢慢的它就会回来哦。所以你们要啊，就是经由这个动作，哦，然后在平常的话，再稍微一些的运动，哦，这样子你们就能慢慢的，哦，找回自己了，好不好？好。哦、好。那我们先来用叫醒哈、哦。好。好，我们大家一起跟着唱，好，我们一起跟着唱哦。好，叫一声啊，你像我们在这个，它这个是我们在当下的时候，就是在一呼一吸之间的时候。我们当下我们在接收的频率的时候，都会去刺激到我们的脑意识哦，它都会去唤醒我们的当下的每一刻哦，以及我们的唤醒我们的能量，以及我们存在潜在的所有本具足的东西哦。哦，精髓，灵犀。当然这个脑就像我们那个液体，我们像那个水就会一直慢慢的充满在我们的脑部，然后就把我们哦原本潜藏的本具足的东西慢慢的唤醒哦，哦把我们哦原来哦隐藏在我们哦最深层的地方的哦，我们本具足的哦那些书，那些以前所有的哦记忆哦，把它唤醒回来。
然后经过我们的忏悔了，我们海马回，我们也是需要真心的去忏悔哦。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去忏悔，忏悔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我们原本不好的东西，然后才能够净化，净化我们不好的东西，我们才会真正的恢复到清净。好，我们恢复到清净的时候，我们的心越清净，我们就能够越明白我们自己，越了解我们自己哦。哎，我本健康，我本喜乐，我本圆满，我回来了。来，我们大家念：我本健康，我本喜乐，我本圆满，我回来了。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我本健康，我本喜乐，我本圆满，我回来了。好，谢谢哦，好棒，好棒。哎，再放没关系。来，我们再看，我们再唱一次哈。我们就是可以叫医生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说我们的苦，我们生生都可以做出阿弥陀佛的行为，我们就是阿弥陀佛的精神。透过阿弥陀佛，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脉络丛打开，打开我们的脉络丛的时候，就会像途中会有一股清流，会透过我们的脑部，透过我们的脊髓液，回到流到我们的全身。有没有看到现在蓝蓝的水，它正产生清净的水？当清净水产生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细胞都将换回来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每一个人的牵手的观世音菩萨。我们的细胞就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这个就是我们的大脑。我们要记得透过我们的大脑皮质专注，时时刻刻的念诵阿弥陀佛，透过海马回真忏悔，然后呢，我们专注回来我们的白净室，我们的心能和透过去、现在、未来，透过专注，我们可以把我们身体里面70%的水找回来。这就是我们的清净水、清净心，这样我们自己就是大家的观世音菩萨了。亲爱的白净人，所有的白净者，时刻有感受吗？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找回自身，也透过清净的灵，使我好久好久从来没有办法了解到呢。你我是否再次透过白净室，你我相遇在人世缘了？希望我们透过呢，轻轻的叫醒，能够唤醒。在此刻，所有的冷水源，我们的创办人，以及在座的所有的万姓万里，各位兄弟姐妹，成就白净之身，叫一声阿弥陀佛，声声出人们的声音。然后我们
我们今天这个这首叫醒，真的就是主要唤醒我们自己，然后让我们回到自心，能够找回我们自己。然后我本健康，我本喜乐，我本圆满，我回来了，做我们自己的真主人啊。所以这首歌的意义就是在这里啊，经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我们的宇宙原因，它的意义也是在开启我们脑部的所有的一些潜在的一些我们的意识，让它回归到我们最纯净、最自然，也让我们的脑部的结构能够更能够去发展。所以阿弥陀佛的意识非常有意义，我们也可以借由阿弥陀佛来找回我们自己我们本具足的所有的一切，所有的能量，以及我们所本具足的一切知识的保护所以我们可以多念一些阿弥陀佛有空当下每分每秒都可以念阿弥陀佛在你心情不愉快或者心情开心任何的当下都可以，它都会去让你慢慢的经由这个音波来从我们的脑意识，然后慢慢去回归到我们自心，找回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可以多念一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可以让我们心想事成，我们想什么可以要什么就可以呼求阿弥陀佛，就是一个宇宙原因，可以让我们刻刻心想事成，因为它可以透过我们的专注把阿弥陀佛的能量具足在我们的人体里面，我们要千万记得常常要念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心想事成，透过清净水清净心，那可以帮助我们回到我们的自身，让我们心想事成，不管外在的什么境界，只要时时刻刻想起来我们的阿弥陀佛，回归自身，静安止境，我们大家一起回到白净室，我本健康，我本喜乐，我本圆满，我回来了。好，那我们大家再一起做一个小小的运动，我们再来做一次白净法。有没有人记得？有没有法师？来，我们欢迎。我们邀请德妙法师带你们做运动哈，动动手，动动。今天我们起来，站起来，动一动，好不好？来，请起立。来，起来，起来，起来，动一动，好。开始哦，来，我们念就是，来跟我一起，大家一起来，大家一起来，全身动一动，全身动一动，头放松，头放松，手拉拉，手拉拉，来，手拉起来，两边拉起来，两个拉起来，手拉拉，腰扭扭，对啦，腰扭扭，腰扭扭，来，脚跺跺。
熟悉。好，我们开始不停的哦，开始哦，全大家一起来哦，预备，大家一起念哦，大家一起来，大家一起来拍手，对，大家一起来先拍手，来，我们来做一个什么？大家一起来。是痛苦的，把你的心。
只要静静睡，轻轻隐形，就不叫难。
来，我们做白净法，刚刚的手要准备了，对不对？